宪哥他找我投资那个灵骨塔。哦，灵骨塔。他说要我跟他一人出1000万，说一年。啊，那是你的专长。我最近有一个投资。啊。我就投了半天，我还差300万，我想找你。你放屁呀、啊、你！不好意思啊，真的、啊。第一枚我先打给这个保证有钱，保证有钱。盛祖儒，哎岁哦，盛大哥，人家那个老人年金养老金，他谁会借你钱？他身家7-8亿，他睡了，所以我要真的打给他。哦，来，就怕他睡了。那你准备要借？他可是借钱要有理由啊。哎呦，哇靠，这边辣妹进场了，妈、哎！哎呦，哎呦，这边辣妹压力，真的真的，是不是？王颖，您请假。您假看蛋脸，我在昏毛。阿麦差好，你阿秀秀差。后来我们打给盛祖儒大哥，来电话播出。哎，喂，盛大哥。哎，玉林啊，威廉神。玉林。哎，盛大哥。你好。哎，你还没睡哦。哎呀，这哪那么早睡的？哎呦，啊，你有在喝酒吗？跟你在一起喝的比较多。哎、你在干什么？哎，我在干什么？哎，张大哥，这么晚冒昧打给你，什么话？对，你也知道无事不登三宝殿。哎，怎么样？哎，张大哥是这样啦，好康的啦，好康的，那个哈、哦，宪哥啊。宪哥，对，宪哥他找我投资那个灵骨塔。哦，灵骨塔。他说要我跟他一人出1000万，说一年。啊，那是你的专长啊。哈，没有，我是想说哈、哦，他说要我跟他一人出1000万嘛，啊，保证说一年以后呢可以回收这个差不多7-8千万回来了。他说因为最近啊、哦，死人钱。哎，对啦，因为最近死人还蛮多的。啊，但是是这样啊，一人出1000万，啊，宪哥拿1000万没问题啊。可是我这边凑一凑哦，只有700万，哦，哎，啊，还差300万，差300万。啊，我意思是说哈，因为你身家不是有好几亿，我告诉你啊，好几亿，哎，怎么了？我最近有一个投资啊，我就投了半天，我还差300万，我想找你。你放屁呀、啊、你！不好意思啊，张大哥，张大哥，啊 ，sorry， 不是、啊，张大哥，张大哥，我讲真的啦，我是说，因为我什么叫真的？我急需要。你什么时候讲过真话？不是，我跟你讲，我急需要300万哦，因为那个，因为他们那个投资要截止啊，你借给我2个月以后我就还你啊，如果那个灵骨塔顺利的话。那个业绩好的话呢，哎，我不只还你300万，我还可以还你350万，两个月还我350万。对呀、啊，啊，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庙嘛，你知道玉林妥当的啦，你也不用担心300万拿不回来，300万万一拿不回来，哎，用灵骨塔跟你换啊，对不对？你就什么？我要那干什么？不是嘛，人终将一死嘛，那个不要说你需要，我也需要啊，我现在都定好那个快木的那个了，对不对？人家先为你要做准备。我将来我要撒到海里就行了。你撒到海里哦。哎，好啦，一个月算了。一个月哦。哎，好，也可以啊，也可以啊。而且真的、啊。对，我明天去找你拿，而且我签借据给你啊。哦。啊、哦。好吗？马马虎虎了。啊、不是你要，因为你现在钱很多嘛。对对对，你放心啦、啊，哎，我用我明年的通告抵押给你，好不好？一个月后我还你，我还你350万。啊、哦，那可以勉强了。OK， 那我明天下午2点我去家里面找你哦。真的假的？真的，我会把灵骨塔的那个企划案跟那个模型啊，都带过去给你看，塔位的模型，对。哦。哎。那宪哥明天来不来？我带他一起去，真的、啊？对。啊、哦，那个 OK 的啦。有你们两个的有钱的，我就放心了。哎呀，对呀，那你 OK 喽？这让我一个月赚50万也可以了。OK， 好、哎，用得到啦，大家都用得到啦哈。对，好，那盛大哥谢谢哦，明天下午过去找你哦。真的假的？真的。不，你讲的话我一向不是那么相信的。是、啊，我明天下午去找你，我再跟你讲清楚一点，这样你就 OK 了。真的。啊、哦，好。我就勉强的相信。
OK OK 好，大哥谢谢。你们两个人讲话都很难让人相信。OK， 那我先挂掉电话了哦，明天就过去找你。OK， 好了，拜拜，谢谢哦。好好，晚安晚安。你再一通，那我还是打给有钱人啊，有钱人，谁？黑人，黑人，自己当老板。黑人的身家大概2亿8000多万。我还有饭饭，全部都给他讲出来啊，饭再加饭饭不得了，就破5亿了。对了对呀，欧郎欧郎，好想知道我的。黑人，我那边围半天，你在那边，你有听到吗？鬼的，我听到了。哦，你也听到了。哎，你们装神弄鬼的。我打电话给你是有一个严肃的目的的。怎么？哎，我最近哈，我最近因为你知道，演艺的那个生涯无常哈，啊，我觉得不帮自己开拓一个副业是不行的。对对，你不是有在卖药？对。那个卖药，但是那个比较是短线的啦。我现在想要投资一个长期的。有朋友约我说在四川哦看一块地，我们要去养那个冬虫夏草，你知道吗？他是看上你的哪一点？没有看到我的行销能力啊，因为冬虫夏草我有多年的研究，你知道冬虫夏草很厉害，它冬天哦是虫，可是夏天变草。重点就是你一脸就是被倒霉的脸，你这种。不要跟他做生意啊！我这个冬虫夏草哈，我结合什么你知道吗？我结合在附近周围哈盖灵骨塔，因为生死同源你知道吗？那冬虫夏草可以让我们的生命更有活力，那灵骨塔呢可以那个哈那个为大家死后做一个安详的安排。其实总之这样、啊，我是觉得哦，那个灵骨塔比较适合你。那冬虫夏草我不要种了啦，不然我就专心投资灵骨塔好了。可以啊。对啊，是这样的，因为我们有几个股东哦，大家要各出那个2000万哈，啊，我这边呢东凑西凑，人民币还是台币？啊，台币，因为我们总共有5个股东啊，啊，我东凑西凑，我凑了1500万，就还缺500万。然后你是想要找我调？嗯，要不然你、这个、我半夜打给你，我是假扮行为人哦。股东有谁吗？我讲出来，我本来是不想要把他们的名号讲出来的，啊，那因为也要取得你的信任嘛，我的股东啊 ，Kid 啊，温系耶啊，他也没有500万，他也是叫他爸爸去卖地耶，把他、他花莲那些地都是在山上的那种种不出东西的，另外一咖很大咖的，对，宪哥啊。你觉得怎么样？信哥他没晒啦，做生意没问的啦。OK 啦，我跟你讲，信哥深具教训啊，他现在哈、三折功而成良医啊。以前我看他录影都开法拉利哦、现在他就有 Lexus 一台，那一台好像是跟他老婆借的。我跟你讲啊，宪哥现在回春了啦，我觉得他当股东的话，你会被砍花了，我跟你讲。哦，你也是真心劝我就对了。好啦，要不然我把他剔除在股东名单里面，因为其实还有别人也要那个啦，要顶替他啦，因为不是，我觉得其实我也是觉得他不太稳。宪哥他可以当金主。好好，但出头的话你来出。OK OK， 这样子啊，本来500万你可能会觉得说很下格啊，因为我现在时间有限，因为旁边哦那个警察在要临检了，那个，要、不然这样子好了、就250万好了，一句话啊，我明天哦去你那边哦也签个本票啊证明这样子，好、我的人做事信用的啦，好、你先借我本来500嘛，现在打折到250，啊我先跟对方答应，啊、最坏的结果就是投资不成，你250就当作放在我这里，对不对？那个啊，对不对？让我开心嘛，对不对？我干嘛让你开心？我放开心不就得？好了啦，这几条零钱好了哈，250 OK 了哈。好了 ，OK OK， 谢啦谢啦，我明天去找你拿 ，OK OK OK OK， 好，谢谢。OK， 有550，你太扯了啦。